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属的13博物馆，特别推出博物馆导览室专人导览的服务，只要五个人就会使入门，民众只要用20分钟的时间，就会使熟悉13博物馆。越来越多民众因为时间有限，常常在13博物馆会使停留的时间真短，所以官方特别设计博物馆导览室专人导览服务。那我们以往我们的导览服务就是要20个人以上，然后你的事先申请的一整团的会有专人的人帮你做导览，可是我们现在希望说你只要5人以上，对的，小群的朋友一起一台车出游呢，你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许在馆的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可是想要很迅速一些很精华的了解整个博物馆重要的展览跟就不容错过的景点，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德来树的服务，就是只要20分钟。为今晚开始，只要五个人以上，上班在参访时间一礼拜前提早申请，就会使享受精华导览的服务，让你在20分钟内熟悉13博物馆。就是事先在一个礼拜前预约，然后20分钟，我们就会有专人。然后专门的导览带你去了解20分钟之内了解13博物馆它的历史，还有13遗址的历史跟重要的展览跟文物。对，那而且这个服务它不限于国语，还包括有可以预约台语的导览、客语的导览，然后甚至就是像英文的外语导览也可以。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说给民众更多元的一个导览服务。博物馆德来素专人导览服务，结合趣味好耍的巴黎时光机、虚拟实境、扩增实境体验等场的导览，让民众在上短的时间内快速掌握重要亮点。记者本景凯林金如巴黎采访报道。